小龙，金丁，那石头上的是什么呀？嗯，只不过是一艘沉船而已。沉船？里面会不会有好吃的呢？说不定还有武功秘籍呢。小龙，小马鸡，不如我们过去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嘿嘿嘿嘿嘿，瘦高高，小鸡们去那艘沉船里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呀？哼。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哇，这只船真的很古老哎，一定是一只航行世界、寻求武功最高境界的船，里面肯定装满了世间各种武术秘籍。不不不，小龙，以为师的经验，它是一只运输粮食的船，里面肯定有很多好吃的玉米棒。不对，是武术船。不对，是粮船。好了，你们别争了，我们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咦，不见了，躲到哪去了呀？可恶，他们一定是进船了。胖乎乎，我们从上面进去。好。这儿哪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我也没有发现什么武功秘籍。我们再往前面走点吧，说不定里面会有好东西呢。跟我来。嗯。看，小鸡们过去了。这次一定不能让小鸡们跑了，我们从后面偷袭，嘿嘿，一定会抓到小鸡的。就是就是。什么声音？看，又是那两个黄鼠狼，今天非得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瘦高高，你没事吧？笨蛋，我的样子像没事吗？还不快过来给我帮忙啊。你们是不是想尝尝我的水下功夫呀？嗯，今天我就给你们好好露一手。哎，先招吧。艘破船肯定没什么好吃的。是啊，也没有武功秘籍了。你们别闹了，注意脚下，甲板腐蚀得很严重，小心被卡到。小鸡们，别走得那么急嘛。哼，又是你们。你们是跑不掉的。胖乎乎，上。你们还是放弃抵抗吧。是啊是啊，放弃抵抗吧。瘦高高，救命啊！笨蛋！哎呀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胖乎乎，你这个笨蛋！是小鸡们吗？是啊是啊，用泥包的鸡一定很好吃。走，去把它们绑起来。
胖乎乎，你说的泥包鸡怎么做的呀？泥包鸡，当当当当，所谓泥包鸡就是保留了鸡的鲜嫩，又吸收了海洋的精华，营养丰富，美容养颜呢、啊、嘿嘿嘿嘿。我是问你怎么做。哦，就是用泥包好再火烧就可以了。哇，一定很好吃。走，我们先挖泥去。这次完蛋了。金板筋，不要哭了，咱们一定有办法逃出去的。真的吗？嗯。老虎虎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就有海底泥包鸡吃了。完蛋了。小鸡们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鸡小龙，就算你会功夫，最后还不是落在我瘦高高的手里吗？还有你静静，小小的年纪就诡计多端的，长大了还得了吗？至于你嘛，胸大鸡又肥又胆小，当然是我的最爱了。胖乎乎，是是。啊，不要啊。不要不要啊。不要。师傅，胸大鸡。不要伤害胸大鸡。不要啊。不许你们伤害我师傅。去给鸡小龙加点料。救命啊！区区一个鸡小龙都想跟我斗，还嫩了点儿。胖乎乎，走，上快艇。你们的鸡小龙现在想必在鲨鱼的肚子里练功呢。瘦高高，你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冲啊！怎么抓个小鸡就那么难呢？到现在连个鸡毛都没舔过呢！我不干了，我罢工，剧情有问题。瘦高高，嘘。瘦高高，你这样说被听到会受到惩罚的。惩罚？谁会惩罚我呀？我，编剧。炸弹！这炸弹！就说要受到惩罚吗？树哥哥，你看。
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啊，怎么那么轻易就放弃理想呢？我们要坚持不懈。好姑姑啊，好兄弟呀、啊！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这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 我会手猛地抓住一道霹雳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